玩搶攻時間四點零零一百人幣十個星期五。即係我喺，即係去，我仔唔知點解，即係計今日就去原本諗住見到九龍站附近有個叫苗圃公園，即係 M 加博物館嗰個地方，但係我喺南昌站。即係喺我喺個方去等車嗰陣時咧，好多人，但係架車就啱啱開走咗嘅，即係五分鐘喎，即係一架車每四分鐘一班，但係嗰架嘢，但係走咗架之後五分鐘又到，上四分鐘又到達，但係已經逼唔曬人啦。好簡單，因為欣澳至青衣嗰段信號故障要慢駛，停咗麗景站架車係好耐都唔開走嘅。所以即係意思係話青衣站信號故障，跟住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由預登前改咗做120分鐘，即係意思係兩個鐘。但係我喺九龍站係可以話係打一滯，揾唔到一條路喺嗰度去嘅，好似迷宮咁樣。即係有一條天橋可以接駁對柯士甸站同埋高鐵西九龍總站，而高鐵西九龍總站我啱啱參觀過，俾你聽，即係佢9月23號通車。正正係呢個日子喎，即係而家仲係整緊，仲係未整完嘅，有排整。咁即係。到下個苗圃公園嗰度咧，一個人都冇，唔係應該係話嗰度得兩個人啫。有一個人就喺度剪草，另外一個就喺度坐低玩手機唞涼。冇人喺個公園裏面，因為公園俾人圍曬有啲索帶咧，剪草啊嘛。由七月咪好似六月幾日、七月幾至到8月13號先會。就仲喺度封緊，每件咁係失望而回走啦。咁我都係諗個方法行過去愛城，不過要兜路嘅。雖然話奧運站同旺角站好近嘅，即係幾條街相隔，但係揾到路好似好難。即係之後，我係買18件雞嚟食，見到一個女人，總共叫咗7個餐，即係夾埋140幾蚊。哇！心諗屋企養咗咁多細路仔，仲要係意思係佢叫餐係好叫咗，起碼足足3分鐘都未叫完，好多人等緊。我真係熒幕見到佢買咗7個餐，總共咁大食嘅。上次喂，應該係以前喺天成百佳，次次買汽水翻嚟嗰陣時，都見到有人推住手推車，跟住裏邊咧買咗好多嘢，又買廁紙，又買餅乾，又汽水，又啲家居用品，起碼總共起碼超過20樣嘢。你而家次次見佢買咁多嘢，話俾你聽，日日都見到佢買咁多嘢。我心諗打風嚟到係咪走難啊？但係冇風打喎。
每年都會做呢個身體檢查，身體檢查就 check 啲嘢，但係每次即係我佢都每次有一個檢查，都會問你到底你有冇你係肥咗，定係話你瘦咗？不過話俾你聽，肥咗嘅人往往係多過瘦咗嘅人，因為有個因為而家叫啲人有個都市人有個特徵，就係越嚟越肥。你諗下，見到嗰啲見你成日都喺車廂見到有好多人真係好肥，特別都係成日見到喺即係我哋屋企範圍見到一個坐著輪椅好肥嘅女人，即係之前就錯誤咁樣認為佢係俾人拋棄冇人理，點知係錯嘅。佢只係自己推自己嗰度曬太陽啫，跟住瞓覺，跟住翻即係放學翻到嚟之後，見到佢喺嗰個有蓋嘅地方瞓覺，跟住好多人望住佢，搞錯曬。嗱，肥可能真係會增加患病嘅風險。再加上你肥，你跑步啊，只腳即刻痛，因為只腳唔喐啊嘛，唔喐嘅話，啲肌肉鎖實就好硬。所以話俾你聽，錢不要做宅男。啊，喺上次喺8月4日行完東涌嗰個海旁翻嚟之後，見到對面有三個僆仔，無端端指住我嚟笑。我聽到我心諗我唔識佢點解笑我嘅，好奇怪啊！佢就對住嚟笑啊！唔知點解冇理佢咪走，唔知笑乜嘢啊！即係你都記得好清楚，甚至係都可以話有啲。知點講？喺3月幾就話出就最出席咗去出席呢個喪禮，因為即扯入病界事假佢叫，即係要事假。請完假翻嚟之後咧，即係咁啱我 friend 就問我邊個過身，唔答。即係到咗食完飯翻上嚟之後咧。佢咁啱就入嚟課室，坐咗女班長嘅位置，跟住然之後同另外一個人講，即係細細聲，即係我係坐喺後面，即係我坐喺佢嘅西南方，佢細細聲咁講，細細聲對住嗰個人講，唉，指揮官嗰個唔知邊個過身，即係好撚廢啊！我大概聽到咁樣，我唔知啊，淨係知道佢講嘢笑容好強，即係佢笑嚟講我俾你聽。如果我親人過身而你係笑，我話俾你聽，你好冷血，冇同情心，一啲可憐憐憫嘅感情你都冇。咁我想話俾你聽，如果咁啱你親人死，我都笑翻嘅嘢，咁樣叫報仇。你笑代表乜嘢？你笑就代表唔尊重，啊！再加上我唔知佢系咪即系知道我講翻佢咧，然之後佢冇再答佢，好似驚咗我。好簡單，因為每次如果我真系講翻呢件事，佢真系會知道，因為我梗係佢會睇噶嘛。你覺得佢會睇咩？我哋知道笑，我俾你聽，我而家真系唔會爆粗嘅，好簡單，改咗性格啊嘛。如果我真的嬲，先會爆粗嘅啫。嗱，我俾佢笑，我真係少少嬲。但係親人死咗有咩好笑啊？我就覺得好似同翻11月嗰單嘢咁樣，同阿媽出去食飯又俾人笑。到底我咪即係一個俾人笑嘅一個主角嚟咧？唔同咗阿媽出去食飯，到底你父親節、母親節？有沒有慶祝呢？既然你笑，即意思是你沒有跟爸媽吃飯，但我見你在 IG 的 post Happy Mo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父親節快樂母親節快樂，這樣即是說你有慶祝呢？
咁即係話你為咗同人，即係你係佢同黨聯個結隊，跟住就反而就對，即係反而就笑翻我，即係話俾你聽，你係幫佢，你就幫兇嘅啫。即係好簡單，好簡單，因為你有架偷牌呢件事，令到所有人對我產生了一個極大的反應，話俾你聽，每次我啲嘢發生，永遠個個都會搞到嗰個好誇張，一係就誇張到幾百倍，唔係，跟住我真係好誇張，我唔係講笑，即係每次我以為一件小事可以好快咁樣搞掂，實際上假嘅，一係就小事化大，真係一老鼠屎搞成一鍋粥啊！俾你，即係估唔到一件小事會搞到咁大件事。其實唔係引起，係人哋引起嘅。